五是着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、能工巧匠、大国工匠。目前，我们已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，中高职学校每年培养1000万左右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术技能人才。我们将一体化设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，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持。